越南驻澳大利亚商务处表示，为了落实工商部的指示，越南驻澳大利亚商务处与各家进口商配合举行了澳大利亚越南龙眼促销周。华澳大利亚公司将近10吨优质的越南龙眼运往墨尔本市场，并在沿海城市销售。此前，澳大利亚的 4Ways Fresh 公司也进口了越南龙眼，并在南澳大利亚州和西澳大利亚州销售，并获得了消费者的青睐。除了举行促销活动之外，越南驻澳大利亚商务处还商讨并建立澳大利亚检疫局，帮助如期清关。